男子健体资深组的总冠军245号钟汉良。跟住就是男子健体青年组的总冠军177号黄俊文。水手
Ring of the Night 2023。喺宣布之前咧，其實我就想邀請曬我所有嘅裁判上台。好，麻煩所有嘅裁判一齊上台。Overall winner, the new king.三六章，由朝头早10点，而家去到夜晚8点，我哋每一个人都好辛苦，包括每一个观众、每一个运动员，每一个都系赢家。Global Classic 2023 ，The King of the Night，New King， 141。总共有30000的奖金，恭喜晒！好，我哋咁多位影影到张大合照。望望中间大会摄影师啊！亦都希望喺9月17日同12月16日两个香港站，我哋 Global Classic 可以再次见到大家。到时会有各自有7张报卡诞生，亦都再一次咁多谢各位评判，由朝早9点去到而家陪住我哋。好 ，Thank you Hugo， 亦都。再次多謝咁多嘅工作人員，係啦，大家都辛苦，橙色衫嘅工作人員亦都非常之辛苦。咁啊，希望我哋下一次 Global Classic 可以再一次見到大家。咁啊，我哋之後會去唔同地方，有越南、有馬來西亞、有廣州站。好。再见啦，香港站。